就是莫斯科機場。買呢個火車好多卡場嘅，佢就出莫斯科嗰個市中心。嗱，而家我哋咧喺酒店附近嗰度咧，就揾到個嗰啲地檔嘅，嗰啲攤檔商場啊。呢度咧好多嗰啲蘇聯製嗰啲套啊。好嗱，呢部咧嗱，留声机啊，仲唱紧啊嗱。嗱，上呢只唱片，呢个作者。这个呢好像一个乐园来的，荒废了个乐园了都。这旧式的火烛车，这两只手柄呢就是落個泵咧，撳咧就抽水上嚟。哇！呢個俄羅斯嘅商場咧好靚，好似1881咁靚，全部都。Там это где, наверх залезть? На этот лед я мог с ухом получить.呢度咧就克里姆林宮前面嗰啲大廈，冚唪唥都係嗰啲古舊式嘅建築。
日咧，我哋就喺嗰個哈利姆林宮嘅外圍影，而家咧就入翻去裏邊啦。今日我一日。呢、這個就炮王啊，全世界最大嘅大炮啊！封口鐘啊！莫斯科特郊的一个塞吉尔古镇，由酒店出来呢就约莫两个钟头到了，完了。啲色彩幾靚啊！你睇呢度色彩。
你知啊？係啊，玩站啊！玩站啊！商場，朝頭早我哋已經嚟影過啦，而家夜景嚟嘅呢個。